大家好，这里是喜欢给娃娃改装的满月。还记得这套刷子吗？这套刷子简直是每个装饰新手期的必经之路。当年年少无知的我还专门出了一期视频来吐槽它，那个时候不会用啊，现在我被狠狠的打脸了。这套刷子是买色粉的店里可以顺手带的，对，没错，就是那个9.9块还包邮的12色色粉的那个店，光买色粉就包邮了，当然会顺便看看还有什么能带的。于是我又对这套刷子下了手，10几块钱15只刷子绝对是性价比之王。我手上这一套用了少说也有半年了，各位在我以往的各种视频里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，光这一支点珠笔就值得买爆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真的有人用面相笔去画质吧？好吧，我承认在我遇到这支笔之前是用面相笔去画质啊什么的，不管多么的小心翼翼总是不圆，结果就是越画越大。这个很多人喜欢的面纹就是用这支点珠笔画的。这种笔的好处是一点就能画出非常完美的圆点，什么眉心痣啊眼角痣啊轻轻一戳就完成，所有装饰都一定要整一支，哪怕不是装饰，你想给自己的娃娃加颗痣又怕毁娃，用这个笔轻轻一说想点哪里点哪里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装饰给我画错痣了。这里面还有2只小鞋刷，这2只小鞋刷简直是我的画娃必备，在我的很多画中视频里都能看到它的影子，尤其是画4分、6分、8分这种小娃，人用化妆刷里面很难找出尺寸合适的刷子，不是没有啊，有的，但是很贵。这只刷子就完美解决了小娃难找刷子的问题，画眼影眉毛的时候能很轻易的画到细节的地方，眉毛尾部能用色粉拉出很细的线条，可以说是最便宜又好用的细节刷了。这里面还有各种能画嘴部细节的小平刷，能扫掉多余色粉的扇形刷，还有一些能画长线条的拉线笔。这套15支刷子里面至少有8支是我们画娃娃能用的，其中最最有用爆灯推荐的就是我说的那3支刷子，哪怕只为了买那3支刷子都值得拿下这一套。我刚才还看了一眼，平常这套刷子是15块钱还包邮，已经很便宜了，最近好像双119.9块还包邮。别犹豫了姐妹们，快冲吧，我也去冲2套再囤个小鞋刷，我可爱死那个小鞋刷了。那个小鞋刷呢，来给自己画卧蚕和眼睑下至也是极好的，这是真心种草啊，这种9.9块还包邮的东西商家哪里来的钱付广告费，不要限流求求了。这种掏心窝子的给你们推荐好用又便宜的化妆刷，要个3连不过分吧，别下次一定了。